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周，现在我在四川成都的崇州，我身后这里有一个大工程正在施工，我们去打听一下是在打造一个什么吧。大家看一下吧，五六台装载机还有那种大型的挖挖机正在施工，真的是一个大工程啊，看起来就比较宏伟。刚刚过去问了一下，原来是一个防洪治污工程，是国家投资搞的。以前这里是农民的田地，现在全部用挖挖机挖出这么宽一条河来了，大家看一下，应该有上百米宽了。听说修这个治污工程又搬迁了一些农民，这些农民可以分到几套房和几十万，真的是好羡慕啊。小周也好希望我们那里来一个什么大工程，把我们老家也搬迁了，这样子小周就不用那么辛苦的去打工了，可惜这只是梦想啊。朋友们，你们那里大工程导致搬迁一般赔几套房多少万呢？欢迎评论留言。好了，这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谢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